们见的。嗨，哎，讲客语会不会紧张？啊，讲客语会紧张吗？没啦，阿翔，蔡龙，啊，你是超的呀？啥意思？练掉啊！我会自己翻一点点。他就说不用人家教，他刚才意思是这样。哦，翻译。我是谁？子毅，你有没有跟大家说你也是客家人？说起来真惭愧，我是客家人，但我不会讲客家话。我也是客家人。你是客家人？真的、啊？我不是客家人在讲。你有没有按呢？我只会先会按讲。真的？快，椅子跟筷子。以前有拍过客台。蛮多的，蛮多的，很厉害耶！哦，你阿爸哦，嘿哦，按厉害耶，按厉害哦，你快办事了耶！所以，我们八点档真的是很多语言大融合耶，对啊，多元的，可以学到很多东西，没错。对啊，因为你前面之前有讲英文嘛，对对，那么考虑之后有个 Spanish， 他的西班牙文有没有？剧本掉，剧本掉。没事没事没事。好，老一，老一，老一。